受折，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的电板，一个什么重点，一个这个方向，但是总是分咧讲的道理啊，人讲非常的清楚，就是参像讲海底啊，这个非常的深，咱无能用清掉伊这个不是道理。可能呢，伊不得，伊是讲袂着点，无认为这个心，无认为这个性，所以无认为咱的心性的物件。那咱因为一直探讨大乘法，因为这个也是另外一个，咱这个培养基础，啊，一个啊，替咱民族所发台湾。迄个面所说来现代用，迄个面所说来现代讲，是每一个啊干部人员应该爱来学习，随时即个经验在国家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但是真理的物件，物件无分你，你是有教的，你是无教的，你是得教的，你是啥？因为伊无实现物件，所以呢，我讲信任伊的道理，咱拢会当起来个证明咱的信心物件。啊，所以呢，今日咱起来做个目标，大家证明着咱修办到，咱今日得到三宝十法，甚至应时应地应运，咱今日完全是一个非常的正确。我们的修行在这当中啊，咱更加无怀疑，咱就去行着路，咱行去做着代志，咱更加无怀疑这代志。那因为咱在进前啊，在进处，咱已经讲到要第七分，这个无敌无所办。咱如果讲到这大行呢，咱已经讲了，当然。为着要甲做一个延伸啊，咱学学啊，啊把这大行诶，这个做学习。那当然，这个福德无所分啊，就是讲，无一个物件我得，无一个物件我说，我所说，拢是一个言说；我所说，拢总是一个方言说。反正有得，这拢毋是一个正确的物件。咱今日，咱每一个人都是负责着菩提地果，咱每一个人都是咧负责着菩提地果。那来，你得到一个菩提地果，那安尼当中呢，像安尼，就比如讲，你无物件，怎么去用外口摕个物件来装入你家己内底？啊，那安尼是不是讲，咱今日必须巧咧找物？啊，徛马，刷咧找马，啊，挂一个目镜，啊，你咧找你个目镜，就定这个道理。所以，我得甲你讲啊，足清楚。因为今日虽然我是说，是应众生以一个方便的一个引导而已。因为众生，因为我若无甲引导，众生都唔知要哪行。我若甲引导众生这边，我会引导。伊无即个方向去行，引导是一个方向，伊毋是一个是一个方向，伊毋是到一个目标。当然，要到目标，你爱去行，这是一个绝对。那伊哩，当时那分呢，你金刚经啊，当然你第六分啦，伊讲到是以一个如来常说，你经必究，离我说法。如果有者，我想应下，何况无法。而且当呢，就足简单个，比如出来一个，我讲的物件是依着这个第一义谛，就是自性的第一义谛，是以依我如来常说，我是靠如来常说，你今不求，你今不求，不求你第五说法，恁在听我咧讲道理，互恁听。如果有者，我是咧做一个比喻，我只发了做一个比喻，
厝间到到屁间，一定爱照着这只牌子讲。因为咱众生未卖伫这个六道轮回，伫这花的当中嘛，我一直照着我这个法准，我这个道理啊，互恁做一个比如。但是恁已经发生印象不同的话，恁今日已经达到屁间啦，这只牌啊，应该在下掉了。何况违法，何况不是正法的物件，应该爱下掉。这第一解释，第二解释，何况着发生印象，我顶思想爱下，我顶思想爱下，空顶思想爱下，何况这个空顶思想嘛爱下，安尼讲听意思，应该咱话讲这个比如啦吼，应该讲清楚吼。但是呢，因为这是接表的人稳的后边，咱就我早头来各位同做一个报告。你今午今日来这当中啊，32分啊，是当时两地间分出来，因为在不得当时是要分做32分的物件，所以就直接接过来物件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咱今日去每一项的姊妹，会当对这个法啊。他清澈活络，所以这份太主啊，也没有人对金光经的认识啊，较紧啊，较直接，啊嘛，互咱一个大乐。所以因此当中啊，这段时间啊，设定叫做无敌无所分，无一个可以敌，那无一个可以说。唔过你看延伸到第六本来，哦，发生印象，何况无法延伸出来。比如讲，无一个法，咱所发生印象所规划，那安尼当中呢，咱今日无一个物件能够得，你就免想，你既然要想，发生印象何况规划，那无一个来，就无一个去，那有一个去，就有一个来，无来去叫做对法，无来去叫做绝对法，叫做究竟法。点来做清楚，所以说的为文何？如来的安妙得了什么什么名号？如来又说说话，所以这段话啊，那我在早朝应该大用啊，但是各位来做报告。同时，这是不得去做一经文，对师父的做一质问起来，这是我拄则讲的。哦，这个东西的物件。伊有影响，唔知咩问呐？唔知问呐，当中呢不得都抛出一个议题，就讲苏伯提。讲苏伯提啊，苏伯提啊，为文何？在你的心意中如何？因为如来的阿妙得了，阿妙得了什么三宝提耶？如来又说说耶？如来有得到一个阿妙得了什么三宝提？当然，这阿妙得了什么三宝提？当然，一个耶。混合，甲有着一个互相正定正感的点吗？哦，如来甲有咧说法吗？当然，咱话早头大约报就讲，这个阿妙得了什么三宝提，伊是咧讲叫做互相正定正感，哦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互相哈。哦，这点咱一定要强调的哈，这叫做互相正定正觉。啊，那这个互相正定正觉，这个人家缩小缩为一体，而且讲呐，这个叫做清净、清净、无染的法身、无染的法身。哦，因为那个所谓的清净无染的心。那这个无相正定正觉，无相的清净发心，今天咱就点来讲讲，叫做哪？叫做玄关吼。咱就叫做玄关吼。咱就叫做玄关，应该咱话大方讲的。那这个玄关字，就是咱民俗迄个字迄个当中，哦，民俗一字，迄个当中叫做鸡飞玄关桥。啊，比较忙，唔难听。但是咱本来就是呼吸着这个叫做具体的
这个天官叫做父亲，具备的父辈父爵，具足。这个物件，就咱早头讲的，这个物件就是无派去的物件。各位，在圣人无派去，在凡夫嘛无派，所以叫做具足。但你有具足，不得了，不讲，是我的呀，是我的呀。你的心理如何？如来甲有当得到一个清净发心吗？那安尼当中呢？各位，咱知影，你既然有负责到一个污染在身、不净在外、不净的物件，所以负责到不净、不净、不净、不净，是不是呢？那安我请问，你要得什么物件？好，你讲得什么物件？所以因为众生间的机关，都是足够执着的，足特别得到一个物件。好比讲，今日我要来求佛，要来拜佛，要来求什么物件？自信自由佛，那何处在面前佛？自信就是佛啊，你都要去找佛。所以这是众生的盲点，伊唔知我就是佛，伊是一个正定正念的物件。但是因为咱众生往往就是向外方去求，比如咱今日所看到，你有时的，哦，咱今日所看到，大家就是对头求到尾啊，求天、求地、求后生、求门第，哦，人就求到了尾，无想求无到，哦，就想无了。但是我请问，你家己有物件，你要求什么物件？啊，你家己若袂保庇，你要求什么来保庇？你家己即阵也袂保庇，你家心也袂保庇，用念我吃毒。啊，我吃毒的当中呢，因为我要求心灵来保庇，我嘛无吃毒。我爱佛教，我求心灵来保庇，我反而冒佛教。我要会做歹代志，我求心灵，我会做歹代志咩？安尼讲对，唔对啦吼，就叫做迷信。但是咱是不是咱会当求咱家己即阵啥物件？清净发心，你本来富足的，搁即阵。伊个功用会出来个，伊个功能会出来个。那伊个功能会出来，伊个功用会出来。我请问，敢要倒来来去叫？敢要倒去叫？哦，你都无欠啊，你都无缺啊，是要得求什么物件？所以咱上个重要就是修学道，就是要找回着咱家己本来富足无量这物件。所以呢，说不得直接得个不哦，说不得。如果得安尼得什么什么的，我这个佛是不是得到一个清净发心？如来有所受害的，我如来甲有一个说法，有一个说法者，那有一个听法者，说法者叫做哪？哦，说法者，那我叫做灵说。哦，听法者叫做。数，这个零，数，这个数，咱从早头我想讲过，这个叫做净，叫做外净。这个零，叫做内，叫做心，是不是呢？那因为有一个叫做零数，这个零叫做不得了，魔性、人性，是不是呢？那魔性、人性，啊来叫做众生性，众生啊来叫做性质。哦，有这样，这我就思想很糟糕。就是你有一个说法，你有一个听法，说法听法了后当中呢，叫做分别，叫什么分别？听了后当中呢，受者叫做三心的执着，哦，叫做执着，执着。那安尼个听起来当中啊，咱今日去，如来又说说话也，我这个如来。我到有在讲道理，让恁听，因为伊不像人家讲的。那以前的法界，我是一个方便说，因为伊不像人众生变卖，大需要我这物件。众生呐，伊本来的土著啊，伊本来的名利啊，无需要这物件。法，恁现在讲叫做法药，叫做法药。啊，一个人病患病，恁敢无是不是爱去吃药？是不是看医生吃药？啊，若感冒好啊，感冒都吃药，唔免吃药啦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如来一说说的，
我如来是为着方便众生的需要，这叫做道，道教。哦，咱哦，赵老师那讲，道教是一个方便的引导。我佛陀是一个方便的引导，引导众生。那你会当袂较戆，敢得到我这引导这方便？所以呢，因为有阵时做这件物件，变成安怎？变成咱一个因，都变大，好像个笨蛋。所以呢，第二叫做好、哦、叫做哪偷法，是不是呢？那叫偷法。那这个偷法，咱想讲一句话，我用嘴讲，你用心避开。哦，静静对我念念，说声一两三四五，感谢呢。啊，那安尼当中，伊是安怎爱做偷法？伊是安怎叫你避开？伊是叫你袂使记，袂使写起，因为众生，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无义嘛，哦，这本来就无义嘛，这个言说嘛，言说的他嘛，言说的他嘛，哦，啊，这个本来的他嘛，本来的他嘛，哦，啊，第三呢，合同，叫做哪？我较早一个讲叫做，证明的他还是怎么样啊、哦？我较早讲的是，这个言说的他是说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的物件。我是因这个缘而说这个物件，但是这个根本这嘛不存在物件，是不是安尼？这个不存在物件是因众生的需要。啊！那众生伊本来不就无需要这物件，干嘛要这物件？所以因缘所生法，缘生缘灭的它是不存在的东西。所以咱来讲，说的不由人如来又说出来的，啊！那安尼当中呢？哦，这是说的，不比较有说的那问题，嘛是恁今天恁上个重要的就讲叫做三宝。第一宝就是缘觉，第二宝是福觉，第三宝是合道。合同叫哪？叫做净宝，净宝珍宝。啊，什么叫净宝？净宝就讲佛陀身嘛，身宝嘛，身宝。哦，啊叫佛宝嘛，佛宝。啊来来，这叫佛宝，啊叫身宝嘛。这叫做佛宝吧？这个很贵吧？这个的这里面这个生宝，佛陀不认得生嘛，生人嘛，你不认得生宝嘛，所以你为什么这里面得来讲三宝的心法？啊，那那个讲起来，当中，那有一个三宝好得好，啊，有一个三宝好你得好，该讲起来这里面，所以人家讲哦，你得到三宝心法，并不是说为化众生。咱亲身听来解决，你就不会讲。咱有得到什么物件？基本上来讲，你众生的面貌来对当中，安尼你很懵懂，他就要得到一个东西。那其实你用旧的，你用旧的当中，还有你要再得一个东西，你不能得佛教的物件。三百万的是你佛物件，全国国语佛陀莫比，莫比这个处理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三二一嘛，还能调一首，好、哦。现在我们就看看你的心，啊来来，心，这有你管了不？这有你管了哈，这叫你管了。啊，护法师有你管了不？天光靠法好多，你管了不？隆中是啊，隆中是一二三三二一的道学，但是因为恁今日去了解当中，恁中是依这个名叫做延伸。依这个物件叫做根源，这张树啊，伊若无这个根，套一个杆，枝干，啊套一个哦，迄个呐枝叶，哦套着枝末，无这物件嘛，所以伊本来是根，但是当然在根来个长长了后当中啊，这张树啊长无去，所以都比较延伸起来物件，好、哦，所以但是这个物件回到这个物件来，这物件叫做哪？叫做清净无量的发心，
那亲情不能发生，会当秘密。你不能负责，你要得什么呀？哦，所以咱真一个思想一定咧转变过，就是讲，我要得到一个物件，我得分，我得菩萨，我得阿罗汉，你不能不能得心分。所以咱这里讲的达不到的这种个人的一个执着，所以要得那个是我的。如我该会说说你不要顶吧，如来说也不要顶吧，好。啊，你这个应该这个意思，我们好好体会。这个该是那个三宝、三宝、心宝，哈。这个阿弥陀佛了，是我的人前面再来讲后边，啊，这青了哈，啊，大家来讲一遍，是我的缘。是，好。如我该会说说你。如我该会说说你。不要顶吧。不要顶吧。明阿弥陀佛什么三宝呢？明阿弥陀三藐三菩提，也不要顶法，也不要顶法，如来可说，如来可说。所以这点当中呢，一直是我的做佛法的当中啊。那讲，是我的言，就讲是我的讲了哈。如我该不说说伊啊哈，如我该不说说伊，不要顶法。某一个定法，叫做名，阿弥陀佛三宝三菩提，也不有定法如来可说。但是这段话里底当中，不有定法，如我该不说说伊，伊哩不说深深的妙理啊，哦，这不得啊，伊哩讲到这玄妙的物件，但是说我的伊哩伊该说如我该不说说伊里底当中。咱佛法用两个看法来甲讲到这段话。第一段话就是讲，娑婆地，因为伊正谦虚，以我因为伊正谦虚，以我个人的见解，以我个人的见解吼，因佛你咧讲的这个深深的道理啊，深深的妙理啊，哦，其实非常深奥难解。真歹去甲了解吼，哦，即嘛是啊简单啦。所以呢，伊哩说我听他讲，如果我阿个是往大乘的佛法咧学习，哦，阿个咧研究，所以说我哋听听你答，用着如我该去说说伊，也是解释。佛陀咧讲的道理是这样个深妙，你要叫你问我佛陀这个物件，啊，我今日去。是当咧研究着你佛陀的大乘法门，你问着我这物件，那安尼你讲我直接甲你讲，安对甲唔对？我嘛是甲讲，讲到歹听讲，遮尔啊直接啦吼，遮尔就欠起咧，叫做如我该不说说你，这是咱我第一点的看法。那咱我第一点的看法呢？如我该不说说你，遮尔如啊。是我的，因为为着要甲佛陀答这段话，但是是我的不是凊彩讲的，不是随便讲讲，咱一定要了解。如这个如我告诉说伊，如我伊我说伊我，伊我告诉说伊讲如我告诉说伊，这点你不能问我这个问题。我师父的用我的菩提智果，用着我的菩提智慧、菩提智慧，我的看法。哦，因为总是佛陀咧问我的问题，我袂使甲你凊彩来答应。跟你讲个，如果叫我说说你，我用着我菩提智慧来答应，足认真个来答应。佛陀你甲讲这物件，但是这个唔对啦吼，是讲你佛陀，你等我做阵啊，啊做阵解释。因为这个当中呢，如果该不说说因，应该有这两个含义在内底。但是呢，不有定法，阿弥陀佛三宝三菩提，也不有定法，如来可说。无一个法，无定法，这个定法。无有定法，
这个无有定法是一个活法的物件，无一个叫做绝对之法叫做无有定法。哦，无一个叫做定调，哦，无一个叫做定调，因为这是一个活法的物件。跟你讲起，这是一个作出来的物件。我跟你讲有吗？唔对啊，我跟你讲无吗？嘛唔对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弄到你两边啊，啊这边那个，所以当用个作大话来讲，无有定法。哦，这是安尼，但是这个阿妙到了三藐三菩提啊，当然这个咱佛毕竟还得甲恁各位大家做一个呐，伊他做个开始无上正等正觉，咱今天看到无相，啊，这个无相当然伊是对着菩萨，无上三贤，哦，是地。一直到天界，因为随时到天界，到断绝十地，伊阿毋是达到无相，这个无相伊就不，但可能是安尼。所以无相是对着菩萨三贤、十地、天界，哦，所说，甚至呢，清净对着啥物件？哦，天干，天干菩萨，你只会打他，这边讲，因为伊正定，伊正定，所以正定就是讲叫做平定的意思。因为声闻天干，因为伊心人，因为叫做偏干，伊无一个正定偏，什么叫做偏？伊偏离正，是咱偏离正。因为咱知影，伊是得着正觉，但是伊要得着正定。是咱迄个正定的意思，就是即个正。以咱金刚经来讲者，叫做定，变成定定。众生依我，众生与我，啥物件是平等的？众生依我是平等的物件，所以叫做正定。但是因为因觉，哦，因觉，即是。声闻这物件，应该是对阿难讲的，啊，应该是对啊，这个叫声闻，这声闻哦，是对迄个叫啊，这个叫啊，这个阿难讲的，应该就是对哦阿难讲吼。所以今日当中，咱因为伊正伊平等在这当中呢，就是因为伊这个讲菩萨的意念，哦，平等性地。平等性地修无边，你今日一含众生甲你一定爱平等，你袂使甲众生你无平等者。所以呢，咱今日一上角色，啊来呢下华有一个物件。所以呢，伊菩萨叫做菩提萨埵，菩提哦，咱讲菩萨菩萨哦，这物件该恁哦，大家应该。没有陌生的哈，哦，菩提哈，萨埵哈，萨埵，菩提萨埵，哦，菩提萨埵，菩提叫做觉，萨埵叫做究竟，萨埵叫做究竟，菩萨叫做觉究竟的意思，叫做菩提萨埵，哦，所以呢，听到。人阿婆咧念着迄个啦，咧念经啦吼，菩提萨埵吼，就是咧讲感应情意思。但是因为这个叫做菩萨，感应叫做菩萨，因为伊叫做怎么正定，正觉吼，正觉，伊是对凡夫，哦，众生外道，外道众生外道不觉，他不觉。啊，这个是偏觉，偏离正法，偏离正法，这个呢，这个是正感。所以你反复的在当中啦，因为你袂当了解到菩萨正感，袂使了解到阿罗汉正感。所以呢，因为你用那个思想话都顺流动静，那么咱讲，因为这哦，一般这个在当中，这个社会啦哦，有一块迄秘密课啊，足济啦，比如讲。咱个性能去伫迄个所在啦，
当兵有什么物件在收听啦，三兵有什么人在收北下城啦，北兵有什么人在什么人闹的一大堆啦。啊，甚至个新村啦，咱个边啊有一个母娘啦，咱讲啊母娘，不恁老母娘嘛无烧香，我们继续闹嘞。哈哈哈哈哈。恁老母娘继续闹嘞，哦，伊个闹了几十万年啊，哦，迄个老不止一个五五个呀。啊，伊母娘就是啦，哦，伊哩有一块大桥就起啦，吼，啊有北下城啦。像迄个当兵去咧西藏啊，吼，迄十几代啦，迄个啦，迄个要叫做话多无正确，咧学个物件。所以今日伫这个当中啊，作简单来解释：互相敬敬敬业，如我概不所说伊，无有定法，无有一个定法，无有一个法，叫做阿妙得了什么什么的。咱拢是用名说，签名说，咱无想过去啥？比如，我是放心聪，亲戚呢放心聪，这敢是？作业放心冲，我固定只，但我即卖才改几个名啦吼，我甲真个袂去改掉啦吼，咱袂去改到真个变，连连去连改，后起啊，啊连都改，啊到后起啊，都改一个出来啊，我惊我只听你只名听袂了，两只要记你只是，后面三十个，这是什么木鞋啦，还是什么物件连续改三遍啦，我是嘛记袂起对啦吼，啊所以迄个啊，哦，什么城啊？乌龟啊，什么物件？哦，所以伊拢伊啦，拢伊个名相个内底，拢伊个有功夫啦，哦。所以无迄个，迄种是一个呐，众生拢爱是迄个。其实你伫自性念个内底当中，迄个叫做清净，迄个叫做寂而常照，哦，寂而常照，灭而常变。所以迄个寂照，你迄个自性内底当中，迄个寂照物件。极静的物件，那迄个物件，敢会当用一个名词去甲伊表达吗？宇宙这个自然的真理，你敢会当用一个物件去甲伊表达吗？所以你甲表达，迄是一个方便的表达，无你迄个毋是代表你讲的迄个物件。所以呢，今日无有一个名叫做阿妙得了什么什么的，亦无有定法，如来所说，冇一个无一个法。如来的说，所以如来所说法，拢是随缘必说，随缘说法，随缘呐、啊，哦，叫做观机斗教，哦，叫做观众生的需要，众生的需要了后，我那里啊，把众生施法，但是你唔通因为我不得有咧说法，你唔通因为你要达到迄个众生清净无染迄个物件。你唔能去接受我的说法，唔能去接受听法。如果你能够达到迄个意境，你若接受我的说法，你接受人的听法，那安尼呢？你个道理，我等思想，我向人向众生向你受者向，你要我不断，人我不断。那安尼，你因为迄个清净的本体，因为你我能得到清净，所以我讲，如来说说法，不要定法，如来说说，可以讲。咱这个读一遍吼，可以讲，可以讲。如来说说法，如来说说法，该不可处，该不可处，不可以说，不可说。非法，非法，非法，非法。所以假何？所以假何？一切现象，一切现象，该亦非法，该亦非法。亦有差别，亦有差别。啊，不过。咱这个物件吼，因为为着咧讲到这个啊，苏摩地讲，如果叫我说说伊不有定法，有一个名，安得什么什么，因不有一个名，如何说可以讲？所以呢，苏摩地改成经文起来，这段是苏摩地经文，可以讲是什么原因呢？如来说说法，该何处何说？非法，非法。
当然在这个当中啊，如来所说法，如来所说的这个法，你不可以出，不可以说。是怎么讲？不可以出，不可以说。你若出了后，你心就有一个虚华者，就有一个出发者，出发者，出发者，啊，就一个啊，就一个舍华者。你今天你哪边该不该出？你哪边出一个法？当然你有一个法人好处，都有一个法人好想。咁是安尼，啊嘛安尼，人称这个偶像，这个偶像，啊，这个叫做人像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我人叫做众生相，众生相，啊，众生相来叫做哪？受者相，要受相不出来啊，所以讲。这个物件，啊、哦，这个物件不可以出，不可以说，不可以说。因为这个说，不是跟你讲，跟你讲人讲的意思。你爱说，哎，说说的胡说。那叫做说谎见，说不说，先说的不说，不得当中一起说而不说，说这个言起言，这个说的是因言而说，因言而说，是不是呢？今天我在这里讲是因缘而说，无说，怎样无说？因为这个物件内底当中，你讲有一个说，那按你这个心，安那，你一定会停留在一个所谓尔等思想就出来。我今天听帮你咧讲，啊，我来听你咧，我来听帮你咧讲法，啊，你咧听我，啊，那安尼我咧讲法，你咧听，安尼来对啦。一个我连说你们所听的。敬，阿来呢？众生，阿来呢？受者不出来，啊，这个呢？法心，你一个听我讲，有一个刷讲你的法心，那阿弥陀佛法心嘛是法定四相，法等四相，所以呢，佛得说说这个言说无说，言说言起什么？性空，言起惑，言起什么？清净。这点咱来了解，这个缘起起了后性空，你未使和这个说来执着的，你嘛是你懂得，你很了解，你清楚，但是你不执着法，你不执着法，不是完全是拢做唔知啊哦，不是眼不见心不乱哦，哦，不是眼是眼见心不乱哦，是耳听心不烦哦。不是眼不见心不乱咯，不是耳不听心不烦咯，哎，咁听意思。那么，啊，我等于跟他差别咯。那么听得好啦，啊，那你有来找我对，要争论来听，是不是呢？所以你是讲缘起，缘起三个大地，你有看到不？都是缘起，那你看到些什么？你的落差就很大。那么得过三个大地什么？皆落法王身。但那三个大地。咱看到，看一个物件，看一个样就生一个惊，看一个物件，咱就生一个心，是不是安尼？我想讲，五杯水，五杯水，二三四五，五杯水，它的来源都是水啦，白水吧，白水吧，是不是安尼？那点红的，点乌的，点青的，点什么的，黄的，点绿的，你看到是安那？五杯水都是缘起。但是阿个青、绿个、乌个弄出来，恁看是恁看当看到这个，伊人都讲你有颜色的暗体啊。但是它的本质是白色的哦，它的本质是白色，不是这些红、绿、黑这些东西哦。但是咱即马来讲，这个世间拢去学这物件，前面讲讲，拢去学这个品啊，哦哦品啊，
色香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层，弄个这顶，甲恁砍掉啊！啊，砍掉这顶，甲恁骗去了后，当中呢，恁本来的本质的鼻水，所造变成青红色的，哦。但是因为伊青红，伊这个水的本质绝对无变，因为是叫砍袂，你哪会当甲离倒转来？因为伊的水的本质白色，白色本质又跑出来，你们相信无？你若去到新加坡，新加坡咱华新要去看，有一个叫做净水厂。啊，伊净水厂伫做出来，敢知影？因新加坡所有的水拢捡一条大沟，含便所放的。你若听着，你怎样敢笑？便所放的，哦，放尿放的，放屎放的，连那些所放的老鼠仔拢流进落去。但是他们把它净化起来，变成矿泉水。真正不骗你，因为伊个水吼，伊个水啊，离离遐水坑当中吼，遐水因现伊个天流互你看，因遐水都归到新加坡人大遐吃，因为伊把伊遐杂质真正甲掉清，你看吼，遐不会化水哦，会太多水哦，变作水又太多，哦，但是伊流伊个这个你毁了后也不，因为它的白水的本质是白水。你今天你咱卡的话，就那啥物事啊？咱的祖先卡的话，就泰戈，你敢知影？什么泰戈，什么恶气，什么那么多作会出来，你唔知？但是你呐，一旦个净化了后，敢有泰戈？还是纯粹回归了一个真正清净无染的生命啊？这个化身啊，啊不是，这个讲的道理就是讲这物件。所以你今天爱知影咱的物件，所以。无收，啊哪呢？收法界，什么叫做法界？虚空法界。所以呢，清净脆浊，即是如来欲王王无生波罗这些东西的名。所以呢，原因太妙了，该不可说不可说，该不可出不可说，没有一个取，每当因为主性量的内当中，每当我们出，一切是拢爱公主性啊，你来听好啊，这个公主性分天啊，非法非法。没有一个法，没有一个法，阿来呢？没有一个空法，非法非非法，没有一个法，没有一个空法，阿个鸟意思？什么一个法？有心出小，这叫莫言就。就出发想，即条呐，我人众生修者，若出非法想，即条我人众生修者，非法想叫非非法，叫做非法相。那阿赖当中没有一个法，没有一个空法，无一个法，无一个空法，这是咧讲什么道理？咱一定爱知影，非法非非法。咱今后，咱的时阵啊，哦，下里住，下里住，住法是啥物啊？空相。说是空相，是不是？是诸法空相。空相是吧？是诸法。住法是空相哦。什么叫做住法？各位，住法叫做一切法啊，爱听话不难。住法叫做万法啊。是诸法空相。好，诸法叫做万法嘛，诸法是空相。现在诸法是空相，一切诸法拢是缘生缘灭的物件，所以空和空相，它没有一个实相的东西。好，它没有一个实相的东西，所以诸法一切法，阿赖呢，来解脱。像你做主要是空相，因为它不是空相哦，主要是空相嘛，空相是诸法空相。在咱主性中的内底当中，一切诸法拢总以主性中变化出来，所以主性连充虚空当中来，无对一个无在主性中所变成出的物件，就是诸法从自性中的衍生出去。所以咱来做个，诸法诸法。诸行六心，
在什么东西？主要在主心中，那个主心呢？主心在主法中，对吧？主法跟着一切法，一定要有。哦，主心在主法中，那个主法在主心中，那叫主心。咱今日无用，是这个目睭无用，咱这太渺小。但是咱迄个无量大、无限大迄个物件，迄叫做超虚空迄个法界。迄我当有去甲主导，但是你要怎么去融入？融入虚空，融入虚空，融入法界。你要怎么去融入？什么地方？你要一个我。无我无实，才能成其道。你要一个无我无执，你到我当融入你这虚空法界，我想这两点。那那水会嘛吼，那个会是密吼，过了八年，过了七年，过了八年，过了一秒，那叫做密秒。那密秒现在经过，经过 A， 经过 B， 你那叫做磨合，敢不敢？那将一点的迄个水过去，迄个经过磨干嘛？磨干他们能够融合。哦，磨到合了哦，即嘛到我一点咱一摊，即嘛变成摊嘛哦，是跟百川会的同一桶嘛，百川会下是同一桶嘛，同一摊嘛。过了千点，过了万点的什么啊 ？A B 加 A A 的变成啊，变成摊。啊，那其他两个你也要爱，所以它就是融合在一起。我们要有一个融入，跟镜子的形态，哎，这个我是我们我能我是够卡做安的，够卡做安。虽然没有办法打倒这个，打倒我无数，但没有办法打倒我们自己的敌人。所以呢，今天并且呢，我们这边修清净的莲花经和修清净，那处处忍住。一人那么一我们太执我，太执我，哦，太执我，太有我，有我最极深，太有我。所以今天今天当中，那想受逼，今天呢，我罪，我今天我罪。如果能够融入到什么，融入到海里，海里就是我，就是海里。你融不融，我们合在一起。那如果你今天你今天当中不该离家。马上，竟然吹了，该吸收掉。因为你今天给，你这个罐子被吸收掉了，你就当众生虚啊！你没有办法到佛陀的法界去，到菩萨的法界去，因为你已经叫众生给你吸收掉了。你这个先生，你自己在执着，你就跑到那边去，你没有办法融入到菩萨的行列，你没有办法融入到佛的这种意境去。所以，那今天修行的先生。要会法，会会法，你别使进底前，哇，有一个法，有一个规划。所以呢，我说，诸法在自心中，自心在诸法中。所以这个规划，规划，规规划，没有一个法，没有一个空法，是不是呢？来，看两个意思。规划无有一个法，无有一个空法，安叫做空有。所以，咱金刚经来讲安那，讲安那，佛陀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，不得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，无始中，无啦，无始，无始，无始。好，在《佛陀金刚经》在第十七分来对过，不得说地莲阿妙得什么什么的，不得说地莲无上正定金刚当中，伊未使有一个实，未使有一个空，没有不可有一个实，不可有一个可以，为什么呢？一个可以，可以讲一切法，
一切一切法皆是佛法。哦，金刚经十七分你敢不知影？第十七分你敢晓得知影？一切法，对不啦？啊，一切法变作啦？是你那方面的诸法，我正在讲嘛，一切法就是诸法，啊，这个变作啦？诸心。我心那边做些，面书光或者打动你啊！好，一切法皆是我，一切法诸法在诸心中，诸心在诸法中。啊那啊那会啊那，所以讲一切法，即为一切法是名，一切法。是不是以后变成延起的？一切法，跟着延起的一切法，哎，听好，你老婆真的就听这物件，你老婆你要注意听啊，不然你在外头闹。一切法就是延起的法，你有一切法吧，就延起嘛，是不是呢？别个人不要听啊，刚是延伸的法，那你讲讲的就是延伸的，对不对？一年所生法的，你当当我再听听听旁边嘛，对不对？就一年所生法，集灰一切法，什么集灰？也注意啊，基本上，因为我现在需要要《金刚经》的这个道理，我没听，但是我没想集，我给你一点长期的办，一年的话，我现在是，我耳罩耳。耳在受，耳受不是心受。耳受我已经听到，我听见吧。但是我的心，那不是听，我心就动了。一年了，心的物件这是包管的，因为你心动就马上就会行动。你心动就是我的思想就没完没了，所以那就不会动。源于什么道？啊，心情呢？错，哎，别的物件都随我去啊，别的自信的清净的物件，所以准你耳听，不准你往心听心修，你都要听到，别那种耳听清净，你会清净。但是你心一动了，你的心马上什么？马上就染心了。所以这个心动的意思，就是你起了分别的意思，心动就是起了分别的意思。就是，所以呢，只有基础一根性啊，分为染合、六合相，让你一些心里的染合相。你听，但是呢，你不要起分别；耳听，你不要起分别。所以呢，讲说一切法缘起，你得要听；即为一切法，你听的话你要好，你呢，一法入你啊那。逆传心，这个心爱清，你这个清嘛，马上起的力量，这个心，这个心马上劈了两掉，劈了两掉，你听法的力量要气到一个所谓这种力量压住你这个无明，因为换句话来压压制你家己迄个无明，迄个分别，迄个无明，所以你压制了了，你这个清净，清净的呐，变归心的开。发就是要治你的病，因为所以你以为你后当中，你心即坏，你马上要起了一个什么清净起来，所以清净你听得清法，你若今天跟你讲我咧听法，安尼你今天一日拢咧难听，拢咧念佛，一切法叫做呐缘起的缘起的一切法，即为一切法，马上起清净，四明一切法是个方便的法，这个叫做呐后边人来讲的。这个叫做假地，这个叫做空地，这个叫做中道第一地。好，后边到金刚经的第高分，咱就讲点这个三地，这个名言出来。好，咱就讲点这个名言出来。所以，何以广如来说法，该不可处，不可爽，非法非非法，没有一个法，没有一个非法。按怎样了哈？没有一个法，没有一个非法。有一个法，有一个非法，这叫做我等四相法。啊，那我等四相法，那过一千年，那天啊，天报哦，断人肉，断法相，
我等事件都出来了，哦，我等事件，我等事件都出来了，人今日去变无听无代志，啊，听了有听代志无报。咱今早咱就站来讲，西公啦，那无惊啦，哦，啊，迄个叫讲讲西公无惊啦，啊，今仔有死啊，对啦，吼、哦，意思就是咧甲讲啥物件，甲讲无惊无代志，啊，无惊无代志。无听无代志，啊听了代志愈多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一年，我们真不了解所谓的法，以所谓的这种正法的这种，哦，这种道理哦。所以那个不可说违法违法，所以讲到一切现象，为什么原因呢？哦，一年要开始做一个正问题啦。为什么原因呢？一切现象，但依不违法。以有差别啦，吼、哦！新观念呢，当然你要达到现象，你要达到性理，当然你一定啦，要达到规划规划。所以这个正问新观念呢，一切现象。所以这个现象内底当中啊，咱话毕竟要甲咱各位大家啊，做一个解说啦，吼、哦！以咱的修道不离当中，有分做思维，有分先解说这个思维。一个叫做愿乐位，愿乐位，一个叫做见位，一个叫做修位，一个叫做究竟位。这叫做幸福的思维。那幸福的思维内底当中呢，愿乐位。因为什么叫做愿乐？就是愿乐性格，愿乐性情。为啥开始讲？因为那个，我过去恁伙伴讲有五十二菩萨位，哦，五十二菩萨位，这个你一定要知影。这个愿乐位是跟哪呢？跟你学习。十尊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回向位哈，这一定要，因为这愿乐性格，十信，伊对这开始讲，以前对这个愿乐，这个已经达到，要达到佛的思维、四种位，这叫做基础位、基本位。那达到愿乐世界内底当中，这个已经要修过第一步阿僧祇，第一道，第一段阿僧祇劫，阿僧祇劫吼。因为佛要成佛，一定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第三阿僧祇劫。这个第一阿僧祇劫，就是伊得到的位，就叫烦恼位。但是烦恼位当中，已经佛佛的思维内底当中，已经行过了咧，已经行过小乘去啊。哦，阿罗汉、辟支佛已经行过了，所以行到这四位了后，伊这叫做三圆。这个是三年，哦，这个叫做三年，因为十信、十主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这个信要不生叫做三年，所以一切现象要调好，一切现象这叫做三年，十主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这拢按哪个解解释？这已经达到严格菩萨、严格严谨菩萨。这未使讲，因为伊经菩萨，因为伊唔是叫做正觉菩萨，伊叫做严格菩萨。那当中呢，因为伊要进入了十回向了后，当中因为伊地位初位了后，伊一定啊进入实行，实行有十个阶梯，哦，这咱来去看出来，咱就当看实行。啊，实行因为佛法虽广，但是无信是难入，
各位姐妹，是安尼咱道中，咱常讲，立高扬，要坐火车要坐到台北，这是咱的目标理想。但是有一个台南就落车，那有一个嘉义就落车，那有一个台中就落车，那有一个苗栗就落车，有一个新竹就落车，那有一个桃园落车，啊有一个板桥落车，啊有一个台北九点五站落车，是不是安尼？问题对着所在，问题的信心不足，信心不足。我连一个大人都落车，以前不我的坐车不来，我安尼可怜狗啊！但是各位，别达到台北到处，所以人生的贵重的人，修行的贵重的人，这是参详高扬的心。咱咧想啊，蛮少的，但是台北就是咱真正达到的。所以这个过程，无论咱拄到什么逆境，咱先面对着什么遭遇，咱的信心一定要增强。因为那个元气的物件，拢总是靠着我。叫人家，我能在想办法，我想在想办法。啊，你今天搞什么？根本是我，我不承认是我先弄，根本是我先影响，我一个大亏的。这是一个名字，啊！电话是做无经营的，电话是嘛？这来修电，这修电，电话是人迄迄个无修电，电话是啊，我今在来修电，电话是的哈。啊，毛迄个修，毛迄个无修电，或者啊毛迄个无修电，或者哈，啊毛迄个无修电无啥，毛迄个无修电无啥的哈。但是也修起，也是无修啥啦。但是我这是也修起，电话是的哈。啊，那太开玩笑了，打落别了哈。但是今日咱修学到来这当中。就是讲，无论你今日面对着你什么逆境，当然这种事的考验，但是呢，这个关键是，你一定要走下去。我爸爸常讲一句话：，当你行路的时阵，你只要行到遐当中，你到半路去擦着一个石头，啊，擦着一个老伙，你一定会，你也不会爱动这物件。目标里头就很好，你莫管得着。你活到这么了后，你要永远到无一个无可能。唔过呢，你行到到，你踢到一石头了后，你活到这么大，因为你有够无敌。踢一脚无到起来，你目的变得无够。人生来到这个世间考验了，但是你莫活到这么，你不要停顿下来，你一定要有信心，远大的心态，愿乐信求，纵使人生到这个世间。什么人不考验？什么人不面对？什么人不面对你麻烦？当然，咱人间来到这个世间，有不同的业力，有不同的原因。那你既然有原因来到这个世间，你面对众生，啊，面对众生，你也众生咯。啊，不，上面你要度众生，上面要度众生。迄个咱常讲的，迄个日本的迄个什么人，讲讲王阳先生，是不是安尼？弄十几万块，弄回复几个，干嘛扣？你都会笑。我当年都怎么样扣？他都会笑。去，哎，天哪！咱去看那个在线，给弄十几万，那真正已经达到一个无我，没有一个我啊。但这个我已经无去啊，所以他达到愿乐信解，伊愿乐信解安尼。伊已经减到这个干部来了呢，是不是呢？只要咱若去动着了，咱就不要了。过去我想讲，主任能不能听到？他在恁爸，哦，他们爸，啊，带我去到恁迄个啦，恁带恁迄个个，迄个啦，迄个铜像，迄个是厝顶迄个啊，马道迄个啊。你有印象无？你真了解无？啊？唔知，迄两面表的，你那我唔知。不过你爸足信心，叫我爸都揣，你懂伊。啊，阵时我那时咧，有那时是有那行行啊对啦，那时我当少了就行。唔知讲迄是一个因太太做老师啦，啊，伊讲带你迄个同乡做客厅嘛，啊，去到多讲无三分尔，你若讲这请假。结果我一听，我其实无做歹代志，
我唔通惊暗时几个人来弄。在讲，互你面子，互你一个面啊吼，你讲这个面子不小，啊，你太太一天嘛不敢管，大声啊，别叫你，我叫主公来听，你这个我不能这样，但是你听我来，当兵的嘛，做兵家，对不对？你今天等于要接，啊，十年多啊，慢慢啊，好得滴啊，哦，成就起来，真正说是很难看到，很难看，很尴尬，结果亲身遇到。哦，所以那是因那个叫神表的，那种灵宝牌表，那带去带上墙的。我讲你那个叫啥？我那姓杨啊。阿毛唔对，阿毛哎，那阿毛唔对了。我想着啦。所以你这边去修得的，咱是讲贵庭的这当中，面子的一切的这当中，也是在修。一年呐，你越多修。我有相信，我有绝对真理，我要同意。我同意，我不来做啥做那个，我不来听，我不来闹你，我来怪你。你们接受是咩好，你不接受，我冇办法。听起来是哩，所以叫做哪，叫做怨乐心结。所以一地一年呐，就叫做怨乐。一地个行过呐，行过了，会安怎个？第二位叫做见位，你见位就是已经熟地错位，错位。见位你已经见到，一年啊，一切天性天性性叫做实性，三贤三贤在咧讲啥物件？实主、实行、实威道。因为你叫信了后当中，你一定住安住一条。咱只要心安住一条，起起就好。心观念，哦，咱个心定了，哎，那不然我较早要讲个，哦，邪定聚，不定聚，正定聚，邪定聚，邪就是邪，定了，哦，侬肯定啊爱看去看迄、那个，迄个顺流动静，遐叫做邪定聚，不定聚，咱得着了哦，来来去去，听讲都袂歹，也是嘛，你都造孽，不定。正定聚，就是定定心。正定就是定心定的。你对道德就无必要，因为这世人，你含老母娘，你是一个假笑的面面人，所以你就要安住。当你安住好势了，你哪有当行？哦，你哪有当行？实行嘛，实行嘛，行就是行出嘛。各位，咱今日在讲菩萨，你今日要度我众生。你叫讲起誓言，你今日要达到菩萨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你得八罗汉，即使你有上品，你要得到八罗汉，小小事不法。所以你今日去行，叫做行大行，业大果，正大果。所以呢，十回向，十回向，回向的就所有的你要回向到一无所有。我敢讲，能回去。咱佛陀，咱六祖慧能，慧气顺转，伫伊有片内底六祖，因为当时我会记，慧气顺咧有六祖，五地自师，道经布施，实在为无余妄，不可通结。伊讲无余性命之言，五地自师，道经布施，实在为无余妄，不可福尽功德，功德怎么成就？我安尼讲无，咱建是讲达经定是定。核心起码是讲外形有理是德，真正功德是在发心中，唔在是一般的方法福福福德。这点咱一定要了解。但是你咱今日这个社会上，咱你唔是哦，我今日做做在功德里内底，老者人就会讲不足功，那是真功；不足有，那是真德。今日去大德家，你拢不足。唔是讲今日去我讲的有足济好，我做这做那做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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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我讲的这不是安尼，人家瞧不起你。默默耕耘的人，这个才不简单。我理解，那神通很灵敏。好，伊一生也是世界足标准的人呀，足标准的人。好，伊无敢计较，伊无敢比较，
伊做足件代志，伊无去我做足件代志。伊要断了，把伊的财产做成破碎，伊无去，伊无出来拼命讲我把我财产当破碎，伊无出来拍到哪里去？伊绝对无这物件。但今年啊，咱大家那就当年无我什么？当年咸瓜菜内底当中，伊的嘴唇阿妈，对不对？那全部死的那些人，他很主张，伊要断伊，伊完全不了解。伊肯定去求真人，真人助力。你我等啊，哦，你我等啊，你帮我走。真人啊，你知无？我哎呀，我先唔甘你走。啊，看你遐艰苦，看你遐艰苦啦吼。好啦，啊无，该走你走。我真人啊，我是真无讲话听啦，叫我不能走。我傻好，他很傻好。回想，一唱一坐回想会，不自光才是真，他是真光；不自由才是真由。记得记，咱有阵时啊，为什么前辈讲，做一寡代志，代志你看，哦，我去创老的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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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是大堆，所以咱好好拢写去当营业名片，哦，做这个做赞叹，做前辈讲，给一种的使用。回想会，回想会，改人啊！我如何做到？其实你做作者，咱后边迄老和尚、老先生，伊坐起，伊拢讲，若要甲讲个，这是钟表村老和尚，伊的修行，欢喜做甲欢喜，无计无够，无比无够，是不是安尼？我老婆问，敢是安尼？我讲你讲听个啦，真正是安尼。哦，一些是修行的那标准。那阿弥陀佛呢？因为咱已经行过了万六位了后，咱行结位，结位叫做哪？咱开始行实相。实相就是哪？咱就初地，对初地、二地，哦，二地加七地，加七地。初地就是叫做修位，初地。哦，叫做结位，已经看到，你看到这个位啊，看到这个位叫做哪？叫做圆的位，变的位。哦，是欢喜位啦，吼、哦，欢喜位，你叫看到你已经菩萨位啊。来，当你们爱修位，修位就是对地，地地甲七地还在修，所以咱甲七地当中爱叫做修精进地，来修精进。所以你莫讲今仔日已经。一经菩萨，咱免修呢。咱若菩萨免修，菩萨他就做大法众生。菩萨就他要出来讲经说法，菩萨才爱出来出这物件。所以一年一到呢，就叫做修位。伊第一位、万六位、第二位、建位、第三位叫做修位，就是一年咱不叫什么实相。对初位、到二位、到七位，这叫做上位，好修位。那到地，哦，到地八位呢？八位，哦，到四位，究竟呢？究竟的系统，对地八地开始，哦，八八地八地，前八地到底是啥物件？到天界，等觉，到妙觉，一直八到奥十。所以，这个叫做金，啊来加哪？哦，好的，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这叫做十地菩萨。啊，哦，迄、那个十地菩萨，啊，一里迄个拄只咧讲诶，就是贤，这个贤，咱伫佛教，佛教咧有看到这个贤，所以贤性，贤性。这个为当时空性人，当时咱释迦牟尼佛啦吼，嘛是提到咱儒家的贤圣这两个开始讲吼，贤就是三贤，爱去一，甲恁强调一下，实性这袂使讲，因为这个叫做信心的物件，这袂使讲叫做贤，所以实主、实行、实会向，这该算叫做三贤，所以一切贤性，一切三贤性等于实性。就是对建立初位二到七、八到十
实体，包括一点妙感，这种叫做哪？哦，这种叫做感性。既然咧讲，伊哩究竟这种开始，叫做究究竟的解脱，究竟解脱。所以呢，究竟解脱到究竟解脱叫做佛。现在讲咧，伊哩伊达到彼地来，伊叫做哪？伊彼地来，免受精进的。伊哩到彼地来，已经上到咧叫做顺位顺。顺位，现在顺位呢，就是咧讲讲像咱咧驶船啊，有无？迄水若流安尼落来，咱只只船啊走安尼落来，啊，若风搁伫后壁驶来，风也顺，啊水也顺，安尼只只船啊就走到当地咧。哦，船啊往安尼驶啦，啊风搁伫后壁驶来，哦，安尼叫做风也顺，啊水也顺，咱想到地平地。因为这叫做这地彼地，叫做究竟地，叫做究竟为叫究竟的净土。迄阵当时释迦牟尼佛的时阵，咱就得是伊修到地彼地，当伊见着圆顶佛分，哦，迄、这个哦，伊阵伊阵呢，啊，伊阵呢叫做这显灵菩萨。咱过去的话，不然把这个故事讲起，伊显灵菩萨了后当中，伊甲伊拄着了释迦牟尼佛。伊释迦牟尼佛，伊才甲印证，哦，你要经过九十二劫，你能得到佛你的名叫做释迦牟尼佛。毕竟我经伫第十七分的内底当中写到种情节，你感觉就当嘛。所以迄就是呾，迄就是已经伊达到究竟位，所以究竟伊达到八地到第十地，将伊就顺啊。所以呢，即个甲讲即个。叫做第一，到这叫第一阿僧祇劫，到这呢叫做第二阿僧祇劫，第二阿僧祇劫哦，第二了哦，第二阿僧祇劫哦，阿僧祇，啊到这个呢究竟这个第三阿僧祇劫，所以我先问一点解阿僧。第三阿僧祇劫是讲这物件，所以伊已经来达到伊的渐入，吼，伊已经伫第八地就是渐入进地，所以出八地至到定觉妙觉，即种叫做第三阿僧祇劫。所以呢，第一阿僧祇劫有较究竟位，第二阿僧祇劫你着去到修为，就是咱菩萨位的第二地甲第七地。那伊哩第二星期一，就是已经伫这个愿动位内底当中，伊哩伊我打得到这个愿动位，这个当中呢叫做第二星期一，伊已经佛第三大阿星期一技术就遮解说啦。那一切现象，皆依无法，听好哦，一切现象，咱好拄只阿解说，恁当听有意思，听有意思无？有啦吼。因为我小阿会啥啥吼，但是恁若无听哦，已经讲好我放这个里面过去啦吼。但是我呢，写了一个安尼写个里面，就听较有意思吼。一切现象，现叫做哪？三现哦，知影啦吼。现叫实地，什么叫做实现吼？实性地啦，这个实圣地啦，实性地啦，吼、哦。三言，第几名啊？实诸，啊来实会了，对，不错。实地就是初地、第三地、实地。不过因为恁这初地、第三地、实地无得，恁若要厝了，我都表过咧。但是这边就解释，这讲咧，这个话怎样？哦，啊，恁若要买国家的。诶，迄个字典，明天能够办吗？所以这个十十行十会用，这个有十个阶梯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我来讲，因为这讲个重要时间，啊，讲这哦，这个哦，这个了都时间太长，不过这天的怎样吼？所以今天我无需要再讲，因为你惊到闲甲闲，第一些物件，话。
无违法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有违法。什么叫做无违法？无法就是不执着法，不执着法，不执着法，不执着法。马上开始，我等四项不执着。我等四项不执着，法等四项也不执着，空等四项也不执着。安尼就是，一念灭达告了贤三贤，我等四项不执着，法等四项不执着，空等四项也不执着。你哪能达到所谓的贤圣？哪能达到圣？哦，圣人达到圣，圣位因着直接开始了，因着爱修法。他们都要修违法，不是有违法，有违法就是差别法，无违法就是差别法，差别法。那差别法的我的思想就起来了，无违法才无违法才没有我的思想啊。那么讲呢，有违法就有无等思想，没有违法就是有无违法就无等思想。所以我的思想没有，我的思想没有，空等思想没有。那你厉害，这个道理你也就在给我念呢。这个道理对六分的八啊，你也扭出来，渐渐来看看，伊就是开始，对开始一直在证明，在讲就是讲，你要达到所谓的，我的思想没有，空等思想没有，可以讲，欲出，欲不出相即等末，欲心出相即等末的，众生相，欲出不相即等末的，众生相，可以讲欲出非不相即等末的，众生相。是故不应出法，不应出如法。哦，是以一个如来说法，命运必定定我说法，不是定下我法，是不是呢？将来直接延伸到第七分来，就继续的空间，是不是呢？到这后边，这一切行政皆有规划，对第七大分九百到第七分来，就是在讲这种的。大家听意思吧？哦，恁若有注意听，恁就知这个意思。所以，因为你找到贤，你找到三贤，这个缘觉菩萨啦，天干。所以缘觉菩萨，好贵安这个名词，叫做准菩萨。嗯。那么讲呢？准菩萨，你还没真的菩萨。菩萨好炫目。哦。要不点分叫做哪？准女婿。准女婿啊！哦啊，若结婚了，变成哪？变成是啦，伊还袂进入到菩萨，安尼叫做准菩萨，所以叫做金刚菩萨。哦，这个准菩萨咱好办，这咱人民喜欢的，变成这么多一个锦旗啊，是咱好办，加上这个锦旗，好、哦，能挺好了。哦，所以他已经在菩萨的台位上，但是因为伊一定爱讲废话，对。但是一切贤圣皆有规划，而有差别。那个差别，十贤、十祖、十贤、十规划，再来呢？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
所以呢，因为今日伊拢交佛法有差别，我可能无，啊，因为时间已经来，我把这个给请来两点当中，啊，做一个同志的总介绍吼，啊，看看是新闻报的物件了吼，咱也真正啊比较啊分析啊比较了解，啊，基本上来讲起。废话，废废话啦，吼、哦！什么什么一千钱的这个废话都差不多，有点些难看的，为着不爱看，你在讲哪？为着不爱看，啊，咱就尽量跳过一遍，咱就不兴趣，因为咱那里产业，哦，啊，确实是放弃了，啊，兴趣，因为我讲没看，恁就开始一点家己整，一家己想物件，啊，咱好就是安尼啦，就是先发物件，先想问题，先发物件。啊，出来了，咱家己学袂上，哈哈，哦，咱家己有啦吼，啊，安尼来，啊，咱就开始啦，开始运用这物件走出来，教你叫你捡，啊，恁来咱把这物件，恁咧讲课的时阵，恁提出来讲，金光九对大话提出来讲，但是金光迄大话揭出来了，恁讲不清楚，就产生伊明白，结结尾金光九那个内部结构，伊是印章起来。啊、你哪里他秀一下，啊秀一下，他不讲清楚，那么他现在意思，你既然讲没讲懂，你把那段话把它秀清楚，讲讲不清楚，我对人来讲，所以这时间我刚修，去到大陆，今年大陆去了，讲这个，他真的滑手，我没有骗你，哎，他真的滑手，你想一些如眼云烟啊，如眼虚烟啊，马上还在回来点吧，哦，弟弟。他们感觉那种需要那种东西，我始终得给他们看透哦，《金刚经》的这种内涵，用六祖坛经哦，跟他们做一个哦一个交流，这些是净土里面了哦，因为那边嘛哦，我包括这个金门这个地球当中这种的少哦，啊，这个当中呢是讲把咱大家请回家哦，咱大家。大家啦吼，恁有较好的意见，恁有较好的看法，会当提起来遮大家分享。哎，啊，因为这个目标就是讲大家分享，啊，大家做一个，哦，一个，哦，一个，干部员，大家做一个讨论嘛，要紧啦吼。哎，啊，甚至唔知，大家互相的一个，哦，一个了解是可以吧？啊，一些讨论，然后放些素材，啊，就能够在新机关时间给公司的各位。谢谢各位，好，那么接下来给你啊，顺便做点分享，好，第一个啊，先来分享。